现在开不开啊？好，不卡吗？但网络较差哎。等一会儿给你，你暂时还不能出现。楼下的是怎么了的吗？尖叫了。看到我直播是尖叫的，我听到楼下有人在叫。能不能给我拿件衣服了？咱们就是说呀。哎妈，一天天的，真的是给我整不会了。咱们就是穿个背心。啊！我才不穿这个烟。他就是。那就这样就行。你给我套一下，就这么的。哎呦喂！啥？来了，我直播，等我一下啊。能不能给我个架子，姐姐们，求求你们了，好不好？你前面哪边可以架一下吗？这么没有啊？没有的吧？这里还有架子吗？你放点那个卡子吧。靠不住。哎，这样子我能不能？我关上，关上之后。我去，卡子哥就是因为他被滞留在那个。声音吗，姐？看我直播。喂。能听到吗？啊，有了有了有了！快快快，你不是要发新专辑吗？对，在这里给大家，就是你们可以记得，他有就是吴老师要发新专辑了。怎么说？你是不会宣传吗？那我给你宣传呗。哎，我才不会宣传。啊，行。我组织一下语言，行。行。大家反正记得啊，一定要关注一下吴老师。完了，吴老师有那个新歌啊，吴老师新歌啊。新歌今天唱多少首？哎呀，挺会 Q 啊！哎呀，今天唱17首吧，加上我的吴老师。苹果我在直播。啊，现在直播？对啊。在哪儿呢？在微博。就是巡演时期，每场都要。对。每一场后台。好会哦。那哈，因为很多人可能看不到嘛，就可能看不到你。姐，我觉得刚刚那样就挺好的。嗯。对，这样现在有点，那再帮我弄一点问题出来。就是我本来嘛，是因为本来是这样的，本来是因为，为什么要直播呢？因为就是感觉可能很多人没有买到票啊，但是我觉得现场就没有办法那个，但是还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下后台是怎么样。好贴心啊。那我都必须的呀，咱就是说、啊，咱贴是贴呀、啊，我叫。对不起，我走开。你多少有点像那个，就是。我多少在后面打工。不是有点。你要穿这个。啊？你要穿这个。上哪个？这个衣服。对呀、啊，是不是有点病啊？有没有觉得很闪？哇哦。他是不是有病啊？你不觉得他有病吗？挺好看的。这个好土啊，我觉得。这种在舞台上会很。好土、啊，能不能不要那个蝴蝶啊？
蝴蝶真的就跟土到家了，怎么就是？白马王子。啊。Yes sir。广州家常，哎，这边怎么没有 BGM 嘛？姐。没你的这种手机怎么进来？来，你放你的歌。哎，你的歌还没出来吧？我又唱给你姐。你还得唱呗。没有那种音箱吗？可以帮忙问一下吗 ？Live House 怎么会没有音箱呢？我放呗。嗯。我放吗？你先放一会儿吧。你跟我说你的歌。我的歌。嗯。放我的。嗯。你比较想打的歌，快。我不想打。你快一点哦。嘉俊老师，这谁的歌啊？哦。庄炮老师呢？还没来。嗯。是不是玩腻了？哦。嗯。行。老师你给我。你可以直接让老师帮你做，你给人家钱就行。哪条？主要是这一块刚刚还好，就现在有点太扁了，松一点，然后纹理稍微再那个清晰一点，对，就是跟这边飞的多一点，眼睛变大是因为我戴了美瞳，真的是一天天的，我戴都戴完了，不过很感谢你。昨天是不是没有抢到？被我没抢到，我很崩溃。吴老师马上也要巡演了啊，你期待一下啊，上去是吧？先去。好啊，好啊，谢谢哥。炳哥在，炳哥在。一会儿让炳哥给你们打个招呼，好吧？姐，我可以先喷一层小胶吧，要不？有点太塌了，兄弟。这不是，这是白头发，但是这属于白金嘛？啊，白金色。你才人菜瘾大，我怎么了吗？我就人菜瘾大，闲的呢。就这边有点塌哦，里面怎么能帮我？后面怎么这么塌呀？这发型可以吗？没事，不太自信的。啊？来一个，你要不要喝这个？哎，我有那个枇杷膏。我刚喝了一个雪梨啊？那为什么我没有？是吗？对，帮，对，这边帮，姐先擦一下汗吧，有点热，对，又有汗了。杭州站没关系，又不是没了，真的服了。十场呢，有机会的啊，没事儿。你们说是把这个放上去好看呢，还是挂下来好看呢？感觉放下来行，但放下来这边有点多。我觉得吧，放下来吧。是吧？那你觉得多吗？挂下来吧，啊，大家都是挂下来。看信息啊！我脱了外套，里面是背心啊！我不想这样露，没肉。我好逗啊！要到了，没事，你让那个让我工作人员去，不认识，没给个套码就行了。机长，你去接一下吧，好吧？谢谢。用哪个地方号码？
这边感觉有点太乱了。我给你理一下。你们都在门口了？妈呀！有多少人在门口？这个地方呢，在砰，就是，它现在有点太整个贴在头皮上面，你们发现对不对？你刚刚不是不想要活动吗？啊，但是就是感觉现在这样有点奇怪，还是得要活动的，就是发根的位置。说，咋了？又卡了，又卡了。或者你说我那个。听得到吗？有声音吗？有吗？我看一下，怎么听不到声音啊？就差不多就可以定型了，我觉得。嗯，是不？现在呢好一点吗？是的，就是麦被堵住了。对啊，麦被堵住了，好像这都定了吧。定的时候我再给你把丝拉一拉，强调一下。行，这边你可以再出来一点点。现在上面有点高。高。低一点点吧，低一点点吧，太就是可能是这个位置，嗯，对，太冷了，对。哦，这得快一点了。你这皮肤挺好。嗯。哪有你皮肤？啊，你这皮肤可以的。这你喷发胶都这么小心翼翼的吗？因为你睁着眼睛戴啊。没关系，我闭眼。好。你们直接多喷就行，发胶王子，
对，可以拿远一点，一层一层一层叠吧，然后全都封了。没关系，待会稍微过一会儿会吗？它会塌下来。对呀、啊。行吧。这后面我觉得可以弄那个空的嘛，现在，现在这边。后面，你觉得还不够空？后面是可空了。是吗？嗯。你顺便看镜子。我看得到你，看吗？看得到吗？我拍了给你看。可以。在英国。可以的，可以的。你拍镜子就可以了，镜子我这不行啊，那光太强。衣服我要换呢，我感觉还是要就是不是蓬，它是有一点点就是感觉，是你看这个位置，等我一下啊。这个位置我觉得可以再稍微拉出来一点，就这个地方稍微拉一点。对，然后现在有点点乱，然后整理一下应该就可以了。然后这些可以拿了，我觉得差不多了，定住了。在香港吃炸鸡啊，可以啊。人家跟香港吃炸鸡呢。是啊。粉丝。香港粉丝。歌迷朋友，这些都是我的歌迷朋友。歌迷朋友。对啊。不叫粉丝。对，我们这边不叫粉丝的，我这边不叫宝贝。你那边是叫宝贝的，你那边有点野啊，那路子有点野啊。叫 baby。 我这边都只叫 my baby 的 baby。 哦 my baby my treasure 是吧，哈哈哈哈。姐那个眼镜给我呗，可以了，我觉得眼镜搁上海前那个，一起、哦、在一起装上，好吧？好。我觉得这个地方得。我说我还得喷成黑色呢，对呀、啊，喷成黑色，因为要录节目嘛。哦，对。这一点点就好了，这一点点就好了。我得把它胶稍微打开一点。这样就可以了，我觉得差不多。嗯。然后拉散一点，就拉散片一点。现在有了吧？我要录闪亮的日子啊！哎，大家有看闪亮的日子吗？记得大家多多看看闪亮的日子。谁呀、啊？就是你的妆发老师吗？对，丁丁姐，丁丁姐。你好。你好。很累吗？我累。姐，给他随便弄一下就行了。好的。对。你真好。看哎，我怎么把嘉宾都泄露出去了？我真服了，我老藏不住事儿，说实话。谁是嘉宾？啊，你是啊？你是我嘉宾啊？你是我的 ，my baby my， 洗脑哎呀 ，see you， 我真的是会 spank you 啊！我可以换衣服了。可以了吗？可以，来。全看着了。啊？看到就看到啊，就反正都已经要上台了。这个在光下面，这个头发会还挺好看，在这个地方。现在帮他拿着，把手机拿着。我，你别对着我那个，你先，我先你就放在这儿啊。然后我一会儿再过来。别对着他换衣服。你别对对点，对这里。我怎么去做镜子？好习
你不要这个了，我拆了拆了，姐。但是你后面全是破的，它是。我跟你说，破的都比这个好，这个太奇怪了，不行。破太多了。我求求你了，求你了，我求你了。可以可以。求你，这跟弱智集团那个董事长没有什么区别。简单，真的，求求你，求你，求你。虽然你很辛苦。问他们一下要不要不要你问问不要你问一下我不要我不要给我弄掉他们非要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啥玩意儿啊这是给我整掉不要什么嘛呀这个寓意是要你飞翔大哥那飞翔得给我整个飞机呗飞翔得给我整个飞机呗给你来个翅膀你怎么还在自带运镜的呢啊，还在运镜。他们说要，他们说要，他们都说要。不要，我不要。完了。那就不行不行，那个额头太大了，额头，快救命快救我！来，啊？他们说卡了。我给你并拢一点。你们肯定要是别转身了。行。不是跟你说吗？而且好像。姐不要这么平哦。我跟你说。你说这额头大，咱们就，我就这边，啊不要，这边带点头发，盖。那也不要，我不要，我就要这样子，但是我。你就要这样子，但是你现在额头大。对。其实呢，额头不大，但是你要不要试着改变一下，这边不要这么平，就是这样试试看的话，额头稍微窄一点。不行，还是。或者是这边的几根起飞一点，这样。啊！不要，不行，还是不行。你就觉得这边大。对，我就想。那你这边那边拉大的话，这个额头的视觉没关系，没关系。这个会比你那个大头照，就是你刚开始发的那个正中的那个大头照。它就是神秘感。我这边已经塌下去了。我都没有看到这个。蛮好。哦，这个地方，啊，这边已经塌了。嗯。那个饼，那个他们说想见一下饼哥。我去找一下饼哥。就不要飞那种。不要那种卷飞。我举着好累了。真的有点累了，觉得真的有点累了，是但是这个摆着又消音，对。啊！对不起，姐。没事。对不起。这样有声音吗？嗨哥，来，他们说想见见你。问你有加场吗？有考虑。对，有考虑。饼哥江苏，饼哥广州加场，成都、山东，广州吗？就哪儿都有。对。广州的多，他说广州得加场。广州确实比较弱。是吧？嗯，卖的比较好。他说想要温州，哎。温州是吧？嗯。哎，杭州不是离温州很近吗？对啊，动车4小时呢。那4个小时啊。衣服放，这件，然后还有一件外套。哦，对。嗯，哇，这有点太多了，先。这个发型蛮帅的，是吧？还可以哈。嗯，这个蛮帅。不多，真不多。我给你发型就这样吧，这样。一点点。甚至我感觉就像个。山东怎么这么多？大头宝宝。山东啊，哦、对，听说郑州也多啊。嗯，郑州、山东、青岛那边啊，还是很小的。南京也有，然后西安，哎，西安我怎么没有？西安啊。对呀、啊，大家说想要西安。一直没有往西安那边去过，就是。哦，大家很想要西安，然后他们说北方城市有点少。因为北方基本上都会落在北京。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可能有北京哦。李老师早可以等一下。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OK OK OK。哦，用那个眉笔来画是吧？嗯，没事。下巴好尖，我下巴没做，真的。我这是真的。认证真的。我是真的，我想我还想让他不尖点呢，真的，咱就说，也挺崩溃，咱就说。放心吧啊，我下巴没做啊，没做呢。对，纯天然的。我妈那下巴也尖。嗨，刘哥。我在直播。我看到了。看到了。怎么发型还可以啊？可以。可以了，这边可以了，就这样。里面有根夹子，拿出来。I see you monsters, I see you pain。这边是我的嘉宾。该还有多久？还有半小时啊。对。姐再喷层胶吧。嗯。八点才开始吗？对。八点正式开始。这边怎么没有一个支架或者说音箱啊，哥？支架、音箱都没有。你放在这上面了。这放上面会声音会被吸掉，就没有人声了。今天就放心喷就行了，没关系了。32万，有点猛啊！咱就是说，有点猛啊！还行，有点猛。开了半32万是呗？对。32万，比起我的粉丝量还差18万。比你这稍微差了点啊！跟你是那肯定不能比呀，你刘哥呀。怎么样？32万，要不要宣传一下你的歌了？够你宣传了哈。下个月新专辑哦。对，吴老师下个月新专辑。叫吴老师，其实我都叫你吴老师啊。那，嗯。其实叫小吴。小吴是吗？嗯。小吴明儿发歌。明天不发，下个月。下个月发歌，下个月发歌。哎，你凌晨 whisky 还没有，对，是不是还没有出来过？没有。对吧？演出限定版。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可能会有凌晨 whisky。哎，累死！我觉得做头发是最累的事情，做的人累。像是你自己做的吗？不是，做的人累，坐着的人也累，对吧？语言艺术。微笑到你笑着泪 ，Words 寄香水。这歌也不知道是谁的啊。谁的？哪里哪里有反方向的钟？来，我们把妆面最后补。可以带大家去看外面吗？可以啊。等一下。唱歌知道了，先戴眼镜。好，我大概再播5分钟就下播了啊！接我好了吧？我穿个衣服，我先穿衣服。我先穿裤子，裤子咱就不播了，好吗？裤子咱怎么播呀？我不播了啊。
请先等一下再穿外套吧，你先跟差不多结个尾。嗨，喝一口喝的，这边有点黑，对不对？没关系。截个图，姐那个眉毛可以帮我弄那个浓一点，嗯，眉毛可以再深一点，深一点，嗯，其实不要太深了，因为你的色是吗？是吗？是浅的。行，就这个地方再帮我，我不是说深，就是再浓一点，有点蹭掉，好。你干脆都说出来呗，我哪儿都黑呗。垫肩给你垫上吧。你增高鞋垫也给我垫上。啊。增高鞋垫带了吧？没带，你才就是有点尴尬。这个就不给你们播了，这你们看看天上吧，看这儿。我脖子跟胸口还不一个颜色。嗯，正常，肯定穿短袖穿多就只有个脖子嘛。我胸口竟然比脖子白，等一下哦，哎呦40了姐，要下了，差不多，我差不多要上场了，本来我想说就是想直接就是带你们到台上的，姐我不能带他们到台上吗？来不及了，你们一直放着呗，然后带他们上台呗。我上个台然后就关。对啊，模特很喜欢，要是你是放着人来还是想拍，你还要拍个东西。拍啥？啊？拍啥？跟乐队一起拍个东西。哦。主要太麻烦了，没有人手。是吧？要不让吴老师跟他们唠会儿。行吧，哎，这样子吧。我社恐，你不行，你必须。那个大家啊，咱们这样子。些不该聊的啊，不该聊，这个直播间封了，那就算你的了。比如，你就看看大家那种，不然。对，你们可以提问，我帮你回答一下。对，帮粉丝们回答。然后呢，就是大家陪他们聊一下，你们陪他们聊一下，然后一会儿8点钟的时候呢，我带着你们上台，然后一会儿就对，大概就这样，好吗？我去拍东西。OK， 唠嗑了。嗯，你拿一会儿。那我几点下？这个不用下。就一直播吗？你就一直唠就行。我发现你下班了。Hello。对，你可以。大家好，大家好。你可以一直 Hello。都叫吴老师好。姐，这真得放进去，我觉得这个真得放进去，姐是不是？啊。你说实话，姐，这个是不是得放进去？这个是得放。我是说这个。放进去看看，这个不要放进去。这个真的要放进去。没有层次。真的要。真没有层次，这太没有层次了。社恐了，社恐了。对，真的很。听个歌吧。流出来，但是前面得放。就是你前面得。这样太奇怪了，奇怪。人他有唱过那个《我的7%》吗？听见了吗？一起唱，一起唱，可以期待一下。
对，小吴，小吴，别叫吴老师，不要吴老师。珠海，张新特，你有珠海站吗？厦门，厦门有，厦门有。哇，你是巡演都直接能跟大家说啊？怎么不可以啊？我都不可以。山东，山东，嗯，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嗯，不知道，现在还不知道。对呀，没办法。老师叫吴傲，口天吴，口天吴，桀骜不驯的傲。这样是正常的，这样这个常规正常的。其实都是想去的，但是是因为是第一次巡演嘛，然后先定了四个城市吧，在八月份，八月份有四个城市，广东有了，广东有了，广东肯定有了。这样很奇怪，这个7%好评，可以期待一下，今天说不定会有。Princess。他这个网不太好。哈尔滨，哈尔滨没去过，感觉好北啊。台湾，台湾、香港、澳门去一下。46万。看一下。17万。网络唱，它在上面写的。公馆。嗯。没关系。我靠。白色吗？白色。当然。所以我说为什么要那个链子是个原因，知道吗？可以整个视觉下，对视觉这个，哎，我完全没用那个呀。可以放我的歌吗？可以啊，当然你放。放一个那个刚刚他们说的、，Princess。我下一场死都不会这样。我下一场我死都不会再这样子。很帅啊。好帅啊。那你会在舞台上就 bounce 吗？银发，他是白金。好的好
后这样子穿出去了。杭州加长。太奇怪了吧？咱们就是说。不行，我下次死都不会这样了。不要再奢求了，这是最后一次。白马王子。没有了，没有了。我下次最多真的就之前那样，我觉得之前那样就挺好的。我不要再这样了。这样帅，真的是不适合我。这个真的不适合我。蝴蝶呢？帅，但是。可以了。我要拍都拍一个。我感觉我穿的好随便啊，跟哪里比？因为他本来是主场，你不可以。确实。本来就是晚课为主。比他帅。哈哈哈。买个好累啊。这也是我的，好帅啊！反方向的钟 ，star。北方人，谢谢谢谢。新特去、换衣服了，应该去。香港。我在香港上学。OK。在哪调来着？还是一样，提前两分钟给我一个话筒。对。耳返包老师，就这个吗？上面的那个，这一套那个。好的。
可以，没问题。对吧？嗯。都贴上了。可以，我收了。冰老炸了没？这光。哦，这个光有点暗。不，我们在这里面，在另外。你说上上面，上上面是哪里？不是，不要主要是它。哦，不对。隔了这层。对对对，还有一只，还有一只。还有一只。好了好了，交你。OK， 听到了。开始。OK， 说啥？咱们就 OK， 说啥？咱们就过主播。这个意思。我要跟。好意思，这样子。那这啥意思？我要跟。好意思，这样子。那这啥意思？好，这个再过来。再过来一个。对，是这样的。巡演车场爆满，哎，可以啊，就我这样吧。石山巡演车场爆满，哎，可以啊，就我这样吧。三二一，石山巡演车场爆满。嗯，可以。啊，三二一，石山巡演车场爆满。我准备上了。自己拿会儿，自己拿会儿。哎，就杭州人。来，这昨天今天染的。啊？头发。前天染的。不会再有下次了。头皮发麻是吗？一会儿再跟你说。弄了太久了。我这漂了5个小时，我整不会了。还有1分钟哦。对。麦克风帮我开一下吧。可以。我上去就关了，上去就关了。提示器，嘿嘿嘿嘿嘿，提示器做好，签名，贴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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